補償不切實際，補償不切實際，香港農業大商，香港農業大商，東北發展收農地，想種嘢要靠打機啦。我哋有好多歷史不斷咁重現，令到成個農地一路一路咁樣消失。唉，新界東北發展區第三階段公眾諮詢星期日就結束啦。雖然全城反對，但係狼英一於小李啊，仲暗示啊係有利益集團喺背後搞局添啊。長春社同有機農友等幾個環保團體星期五下晝就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向規劃署遞信請願，要求政府在發展新界東北的時候要保護農地和有全面的農業政策。不過當局只是說會在朗園和府地拗留地幫受影響的農友復耕。到呢個咁嘅復耕計劃，其實我哋爭取咗好多年，點解突然之間政府可以解決曬啲咁嘅問題呢？係咪之前嗰幾年係有其他問題所以唔得呢？我好懷疑咯。唉，睇嚟遲啲想做農夫啊，都要靠打機做阿土仔啦。其實唔止農夫，今次呢個東北計劃啊，連地產商都反對政府，唔肯以公私營合作嘅模式發展，令到佢哋利益受損啊。不過你哋幾有理據都好啦，劏房波話有言論自由噶嘛，你哋中意講咩啊，由得你咯。